他是阜外医院的医生，他做手术一流，做饭也一流。消肿的。他也许不会带我去坐游艇、吃法餐，但是他可以每天早晨都为我跑几条街去买我最爱吃的豆浆、油条。他是世界上最好的男人。送给你，Merry Christmas。